目前我们这两架 EC-135 专门用医疗的直升机呢，主要承担是院前的急救，京津冀地区这些周边省医疗那个院间的转运任务。另外呢，还承担着大型的活动，以及呢突发的公共事件，助突维稳这些重要的事情。这架 H-135 飞机呢，是中国首架专门用于医疗急救的专用的直升机。运营时间呢，是从2014年的10月28号到今天，运营的非常好。另外一架飞机呢，是2015年的3月份开始运营的。这两架飞机呢，运营当中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我们转运了很多的病人，其中也包括有夜航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飞机夜航病人呢已经转了很多次了。目前我们这个一年多运行这个飞机呢，感觉这个飞机呢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跟空客直升机呢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而且呢跟空客直升机呢，我们双方呢就意愿呢就是开发中国的急救市场。随着国家那个低空开放以及那个国务院的重视，我相信我们跟空客的合作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以及国外友人获得那个收益，而且呢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呢会越来越好。